你好，我是玉松平井，今天呢又到沂蒙大集啊，这集呢刚下过雨啊，人呢不是很多哈，现在最看这边哈是各种各样的老装金带的啊，像这个呢果实是特别好看，果子特别红好，没有任何的斑点。这边呢是孟之娜哈，老鸭石。果子呢是像辣椒一样，这个呢是血红果的，这是金蛋的老雅士。看一下这边呢，主要是这个是腊梅哈，看一下这个玫瑰呢都是在10公分左右，粗度呢在一个4公分，满树花苞，看一下花苞满满哈，再过几天就要开花了。这个品种呢，咱看一下哈，这些呢全部都是这种老庄腊梅，这个品种全部都是素心哈。看一下这颗树形的，也是满树花了，粗度呢在个4公分，玫瑰在10公分哈，总高度在个2.2米，现在呢也是满树花苞。看一下这边呢，主要是这个红果啊，也是非常喜庆的。这个是北美冬青哈，作为庭院绿化还是年宵花卉都是非常漂亮的。看一下满树红果啊，等到下雪的时候，果子特别的红，放在庭院里还有室内哈，都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年宵花卉。看一下满树果实，非常漂亮。看一下这边哈，有一批这种是大树形的红豆杉，像这个呢，粗度都在10公分，分枝点都是在1.2米左右啊，总高度在个3米哈，这种。树形的红豆杉也是相当不错，满树果实也是啊，各种各样的红豆杉啊，也是相当多的啊。这个呢，作为庭院绿化也是非常不错。红豆杉呢，它也是四季常青哈，而且呢，净化空气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树种。有喜欢这种红豆杉朋友，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。看一下车上哈，全部都是这种品种的牡丹花哈，有独干的，还有一本多干的这种啊，全部都是真真正的菏泽牡丹品种牡丹。这里面有那个皇冠、花王，各种各样的品种牡丹还是相当多。看一下，还是非常不错。像这独干呢，粗度在2公分半，高度是在8-10公分的啊。咱看一下这种呢，也是牡丹哈。老板，那这胶根干么了？胶根如药。如药。中药丹皮。这种就是丹皮，作为药材的是吧？这个不是丹皮，是牡丹。啊。丹皮根粗，牡丹根细，那个是五块的。哦，这种也是牡丹哈。这个根呢，老板呢剪下来作为药材用，而且呢，这个也是品种牡丹哈，就是单皮的话，根是特别粗壮的。像这种呢，全部都是牡丹花。